都不能这样抱你了。谁说的？我就要这样抱着你，抱一辈子。你知道的，没有可能了。我会慢慢学着把你放下。我呢，这个人就喜欢挑战不可能。那，你自己看。骗你了，那你为什么从左边出来？你又没有说是谁的右边，对我来说那是左边啊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好气哦！哎呦，好气哦！我也好气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啊，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吓死我了！别打内伤啊！别打内伤。亲，就送你们黄白色的菊花来祭奠你们短暂而可怜的爱情，如果不是，那就大宴三千，张信达请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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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没法早走啊，安顿好了，你放心吧。对了，阿姐，这个呢是给苗苗的，我欠她一顿饭，算是见面礼。这么不懂事的张希达都有礼物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呢？薇姐，这是我的。艾姐，那个我没有准备，下次一定补上。就知道你没买，我给你准备了。谢谢大家。其实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跟大家撒谎来着，我离婚那会儿法院根本没把孩子判给我，那时候我要工作没工作，要存款也没存款，根本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，所以苗苗压根没在我身边。但是自打我来了咱们所，你们都对我真的太好了。这按理说我是个当姐姐的，我平时应该多照顾你们才对，哪怕是请你们吃顿饭的。可
给我带口，真的。哪抠了，艾姐？你这不请过吃饭吗？就上次把我家这只喝醉了，长喵喵那次。对，对，请过，请过。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吧，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对我的包容。都过去了，魏姐虽然抠，但是这两年来，艾姐抠出一套房的首付来，哎，还攒了不少存款呢。所以，前两天我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了，我要夺回孩子的抚养权。真好。其实，我们已经知道苗苗没在你身边了。叔叔阿姨，我是苗苗，我妈妈很辛苦，谢谢你们照顾她，她怕冷，你们开空调不要温度太低，她为了节约房租住得很远，所以经常迟到，请你们原谅她。妈妈说你们工作忙，胃都不好，我给你们买的花草茶，少喝咖啡多喝茶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你哭什么？要我啊，有这么好的女儿，我该笑死了。那我们来庆祝一下吧，来来，还真应该庆祝一下。安主任，送给苗苗的。谢谢主任。西达说的对，咱们今天还真得庆祝一下，庆祝咱们鉴定中心这一年转亏为盈。真的假的？给您倒上。挣钱了？你是股东，我还能骗你吗？那安主任，有没有奖金啊？有，而且还不少呢。那得干一杯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觉得啊，我这次的投资计划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首先啊，赚钱了，咱们中心是不是赚钱了？再来是我自己的小说火了，爆了，很多的网络平台都想跟着我签约。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一间影视公司叫奇数有余，说要想把我这个 IP 给买下来。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我收获了我自己的爱情。哎呀，安主任，你看。行了行了，别撒狗粮了啊！你这小说我可看了。喜欢吗？喜欢你个头！我作为事件的当事人，你如果要把版权卖给影视公司的话，你把我删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父辈上一辈的隐私，我觉得你把它拿出来做八卦出去卖，我觉得不太好吧。但我又没有用真名。那也不行。哎，反正就是不行。你要是卖，你信不信我告你？哦，告。Thank you.
打岔。那是要还我钱吗？刚刚我替你给苗苗准备礼物了。哦，对了，多少钱来着？我手机转给你。你还真要还我钱啊？通常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说请客吃饭、感谢之类的话吗？那我先走了。稍等一下。那我走了。师傅，走吧。等一下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平时加班到很晚，你也没说送我回家。今天怎么突然？不是突然，是我以后每天都想送你回家。先还钱，别岔开话题。我就不还，我就要留着请你吃饭，多少顿都可以。你怎么还把鞋换了？谢谢你这么晚还送我回家，太辛苦你了。你快走吧。我喝杯咖啡再走。这都几点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太累了。哇，太幸福了吧！一大早起来就爱情早餐可以吃，哎，要是昨天晚上的夜宵也吃了就好了。嗯，兄弟，对不起。嘿，开灯啦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我要回家一趟。跟我爸妈说，我要正式跟你谈恋爱，要跟你结婚，生娃。咱俩八字都没一撇呢，还结婚？哎，接着点。八字儿，你就那一撇，我就那一捺，刚好。嗯，好吃。喂，
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好几天了，一直在你母亲旁边转来转去的，他问什么都不说，指定要见你。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？都长这么大了，你说我是你的独生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跟踪我？我是来向你们全家谢罪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当年是我一时糊涂，被人我对不起你们全家，我能见郑海天大哥吗？武明，我同意来见你，就想问你一句：祸不及妻儿。当年你我之间只是生意理念不合，你怎么能那么狠，做出那种事情？这么多年，我没睡过一天的安稳觉，都怕警察来抓我。刚才我等你的时候，睡着了，梦到我们一起创业。还那么年轻，胡明，你知道吗？你毁了我的家，你毁了东北的一生啊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东北一直没把这个事情说出去，你们离婚他也没人提。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，不会让人知道。可是我见得了一切，这都是报应啊！在我死之前，我把事情说出来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海天大哥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海天大哥，无名。你不会活着走出监狱的，下辈子见。阿天大哥，
要这么毒。哎呀！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放心吧，我爸说了，会给你妈找一个一对一的护工，那边医疗条件比这儿好多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千万不要怕麻烦开口，亲人就是用来麻烦的。啊，要我罩你，大哥罩你。你幼不幼稚啊？认我做大哥，教你输中分。教你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说。怎么了？首先，我得先向你道歉。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就去调查了那个死刑犯，他在一个月前过世了。在他过世之前，他把他的罪行全招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所有的资料。我会来拿给你，是因为他是你的生物学父亲，但也因为你告诉过我，血缘。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关系表达，跟爱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我还是觉得，每一个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知道我这样有点多管闲事啊，但是他明白，他明白。嗯。因为我很爱你，所以我不希望你的生命中。有任何一个
解不开的谜题。资料就在这儿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都会支持你的。张希达，我的谜团消失了。所以，你真的不好讲。嗯，有时候血缘真的很重要，但是人跟人之间真实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我来说，他是一个有罪的陌生人。我不会因为他的那次犯罪让我生下来而感谢他，因为那是我妈妈一辈子的痛。但我也不想因为我的出身再患得患失了。我妈妈辛苦了一辈子，就是希望我可以像一个正常女孩一样开心、幸福、健康的生活，所以我不想再因为一点好奇心去寻找什么血缘了。那以后就让我来做这个除了你妈以外跟你最亲近的人吧。你知道吗？跟你在一起真的每天都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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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。那咱们要一直开心下去。对啊，我跟我妈妈说我们俩的关系了，他们特支持。阿姨呢，支持吗？我妈跟我说她想跟张海天重新开始。啥？他是清醒的时候说的，还是昏迷的时候说的？清醒的时候。不可能，他跟我爸几十年了都没联系，隔几十年再爱一次，这说复合就复合，藕断丝连呢，在梦里相见呗，他们俩不可能。我妈怎么办？别开玩笑啊，这个别说我妈，我俩怎么办？一姐一弟的，这姐乱伦不可能。你想什么呢？你笑什么呀？这么严，笑什么？你可真嘚儿！你笑什么？逗我是吧？给我逗闷子是吗？你猜。逗我。哎呀，都是猴，都是猴。
冥冥之中，很多年前的那场悲剧，就注定了我和他的命运。如果没有那场犯罪，我的爸爸和他的妈妈应该会一直在一起，生下另一个孩子，也不会有第二次婚姻，更不会有我。所以，我只能感叹命运的神奇，让我们有了如此深的羁绊，永远在一起。这篇小说的结局，永远不会有人看到，但这是属于我俩的故事，并且未完待续。